我拿个眼睛。塔利斯，塔利斯，好的。塔利斯，塔利斯 ，OK。我跟你啊，你这边也写得很清楚，说欠欠他生那个 tax， 我们不肯定的，我们不要去报，明白吗？钱难赚嘛 ，OK， 快点。好，接下来是 Felicia Petro。啊，这个不错的公司，可以持有。还有个什么 ？Petro， Promet。Promet OK 啦 ，Promet。Promet 是那种公司啊，你不能够换来 opinion 啊，说它好还是坏的。好又好像坏，又不是很坏。现在又有办法一个做个判断，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业绩是不错，但是你怎么样来去判断它，对不对？这样的公司我们最好不要了。OK， 中油价低迷，公司前景如何？中油永远有前途，问题是现在啊，还不是买中油股的时候。中油价呢，也是很塞割肉。现在它掉下来，它不会上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你要注意啊，它这几个月来啊，上几个月啊，一直中油价都很低。但是在这个挂牌公司里面，它业绩还没有出来哦，明白吗？但是大部分的人来说啊，尤其是你们中间有很多人，要它出来以后才去丢的哦。所以啊，现在还不是买的时候。你要买的时候就让他所有的消息出完了，那个快啊，整天是亏了很保守，你去买。而且我认为以现在的以某数来算呢、啊，这个中油的股还是很贵的啊。OK， 接下来 请问都大链卖地进展进行如何？请你去问他。我跟你一样是 outsider 哦，明白吗？不过我可以跟你分享一样东西啦。他以前去年前他 get into trouble， 他的财务啊，这个陷入困境的时候还要倒了，但是他申请一个政府的那个债务委员会，他说给我一个机会，给我时间啊。政府说好，你们这些人呢、啊，不准关他、啊。给他时间去，但是他这样的允许啊，他是有条件的、哦。他说你要卖某一些资产来还，有一个期限给他。那么他这个朱大链在沙巴的那个有30000亩的中油园啊，他要卖给他 IOI 没有卖成功，8亿多了，明白吗？8亿多的时候他卖没有成功啊，但是那个中油还是在那边嘛。他 valuation 来说，我有看过，大概是这个说他。大概7亿8000万或者8亿这样啊，无论7亿8000万、8亿都好啊，他欠银行1-2亿啊，如果他一卖的话啊，他肯定很多现金啊，股价肯定不是这个的。还有就是，还要不要卖掉？如果照他的当时重组那个条例来说，他一定要卖掉。但是他以后会有什么变化，我不知道，我没有根据他，我也会找不到资料。就是说，根据那个条例来说，那个时候说你要银行不要封你。你要卖这个资产，那都可以啊。那么我就卖掉产。那么他这个独大链的那个眼球到今年4月他就要卖掉，他就没有消息，明白吗？所以啊，我对这个股票的判断就是说，就是他不卖掉也好，他的资产还是在那边，啊，他的那个债务已经减得很低，没有危险了，所以死不了的，不用怕。请问您如何看待？不是上市的中国股，我啊，你讲起来了，我就不敢跟你讲了，我自己就中了。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我有一批这个说做，我不相信做鞋，也不相信做衣服，但是我相信做食品，中国人口，用户口应该有前途。说做手头有。6毛钱每股有6毛钱的现金，它股价5毛多，一年赚这么多钱，能够出毛病在那里，偏偏还要出毛病，偏偏2毛多。啊，我中的不是多啦，因为我只有100多万股，干嘛？因为很便宜嘛。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了。那么我。
我50个股票里面这个是最惨的。那么我跟大家分享说，请你不要错，错了就很难。现在我就很难，我很坦白跟别人讲，很坦白跟你讲，我现在不晓得怎么样好。人家有时候问我跌了会怎么样好，我没有办法答，我自己不晓得怎么样好。五毛多了，现在两毛多，我怎么样好？哎，你告诉我怎么样好？我没有办法，等咯。你讲我都没有办法，就是等咯。不过只有一个不要紧啦，多几个就完蛋了。不见得，的确如何？各位来 ，keep yourself。啊，婚嫁，婚嫁是有政治的那边，你最好跟主播大臣不要问了。哎，对，婚嫁 ，A E O N，Yon 的有哦 ，A Yon 你家这是做的很好的股票，但是不要买太贵，好很好，非常好。你看你 Yon， 你看他的 report 啊，他的那个在金手 Sports Store 啊，他管理的也很好，钱也赚了很多 ，very consistent profit。但是太贵，我就是这样，有时候很矛盾。你很好，太贵我也不能够买。我们要好，因为 under value， 难不难？啊？请问您对 Power Road 的看法如何？ Power Road 啊，我有一点啦。那么我的朋友跟我讲，那么我为什么买了一点呢？现在赚钱，有赚钱，我买了很低，那我就跑去。以前啊，我的朋友，我们有一群人啊，就投资股票啊，有时候聚在一起谈，大家交换心得，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样啊。不过他们做功课比我厉害，人也比我聪明。那么啊，他们做得很深很深，以后啊，我不够他们哦。那么都是中中的投资者了啊，在股票市场里面，中投都有几千万在那边了、啊。那么他们就跑去，哎呦，讲到说。买欧套这样吗？欧套大家请。如果买欧套的话，那个旧街场知道吗？那我就跑去旧街场吃他的东西，不是那么好吃的。真的，真的，我就跑去吃他的面，又不是好，他这个卖又不是很好，就看来看去了，说他东西都不是那么好吃，怎么样卖？不买了，错。一二钱那个时候，现在两块多，他们就买了一大堆。后来我发现一样东西，我错在那里 ，brand name。中国人来到都说要旧街场啊，搞盖穷，买咖啡哦。他的品牌一跑动了以后啊，没有回头了，就是这三。他的价值是在品牌那边，他的品牌啊，你现在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讲假价黑就是讲旧街场，对不对？有一点这样的印象，对不对？白咖啡啊，白咖啡就是 white coffee， 就是旧街场 white coffee， 对不对？他就用那一点，他的价值是在那边。所以现在他的厂嘛，你分九点档啊，那个薄那种 white coffee 啊，卖的那个比他的那个 coffee 店嘛好啊，他有200间 coffee 店嘛。但是 coffee 店嘛，又在我想，他也赚很多钱，但是赚更多钱的是他那个 manufacturing 吧。那么这样讲好了，现在我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Power Road 也是一样，但是 Power Road 没有 coffee house 啊。那跑步的我的朋友，这帮又是这帮朋友啊！啊，这帮朋友他说跑步的这样哦，又是跑步的，又是 coffee， 对不对？那我就跑去 supermarket 咯，真的，我就要买阿萨 coffee 咯。现在不是打招牌打得很厉害吗？阿萨 coffee 就是跑步的，以前叫做阿里 coffee 咯，懂个阿里了，懂个阿里，我没有什么兴趣了。我说阿萨 coffee。好哦，这样我去买了。这个朋友他更加厉害哦。他星期一在那边，那些阿发狗屁就放在这个购买在上面那个柜台，拜六去看，哇，卖了七七八八哦。这样做功课，你想想，他们赚了很多钱，六七毛钱一直开车买到上。结果啊，他说这个公司有前途，真的是这样，他赚了很多钱，赚了很多钱啊。那么他一直这个还没有出来。那么他这些人很 sharp， 我很佩服他们的。这个东西，这东西没有白吃的午餐的哦。他发现他的董事拼命买回来，在市场里面买回来呀、啊。他说一个价钱要买几百万、买几十万，那是买。那董事不好，他怎么样买？他董事还知道里面干什么吗？我们叫他现在怎么样买？
所以我被那个 old town coffee 啊，亏了本，不是亏了本，没有赚到啊，我就不甘心，就跑去买一点这个啊。阿伯说：“阿发咖啡又买点阿发咖啡回来喝咯，赚到点钱，还没有吗？还没有吗？阿发咖啡有钱的啊？那我看了、啊，他有上市没？啊，是有吗？他是什么什么？在飞嘛？在飞嘛呢？不需要去卖。我给你一个定心丸啊，我也有。是白咖啡来的。那么这个是阿发咖啡。”他的业务进展是麻麻的了，中中的，但是他有个好处呢，他两亿六千万的资本，两亿六千万的现金在手里，没有欠银行，啊，这点给我很大的安全感了、啊，明白吗？第二点是他的这个，你看他的历年的记录啊，他的 dividend 年年增加，年年增加，啊，这点我喜欢，明白吗？所以我过你们不要听我这样讲就跑去买啊，我是九九钱买啊，现在快八九千了，你不要冤我啊啊！那个我真的不错，我也拿了两三年，不是，我就放在那边，因为我不怕他吗？你怕、啊？刚才我不是有讲说信心和吗？哦，这个信心和信任吗？你要信他，你相对他有信心吗？对他怎么信心？怕他不对他不会烂了吗？对不对？啊，我就对他有信心，我认为。肯定是啊，它不会烂掉的啦，这个没有问题。啊 ，SCC 属于创业股，可长期持有吗？现在的价钱合理吗 ？SCC。SCC 我不敢讲，我想可能我的朋友在这边，我说他不好，他骂死我，因为他请我吃过午餐，不错啦，稳健啦，稳健啦，好水啦，来，他是脚踏实地做生意的，这个就是我不认识他。那我发现以后有写过他一次，他就来找我喝茶，请我吃饭。我说好在你现在请我吃饭，我没有写你请我吃饭，我就不写了，我就不跟你吃饭了。我人很好，他说 OK 啦，这个公司很稳定，或是保守了一点啊，保守啦，因为他们都是上年纪的人嘛，他们不要去冒险吗？就跟我差不多。哎，香港。哎，需要大呢？同样的大案，好，但我觉得它相当贵。不过你不要问我安霞大好不好，你问我我会心痛的哦。因为我以前快八钱买了，两块多卖了哦。看得不够，眼光不够，赚到钱不是赚到那么多，我应该赚多一点。MKH 现在可以买吗 ？SBCB 啊？它现在是好的股票，啊，嗯，啊。MKH 不错了，不错了，这个公司啊，啊，我认识他们，很脚踏实地，它的价值是在印尼那四万股的中油源，现在开始赚钱，那么它的地在加江的呢，也蛮很便宜，明白吗？啊，这个家人我跟他讲一下话。好，接下来是问到的是宜家控股，关于什么的？宜家控股是什么？英文叫什么？有时候啊，看英文没有看懂啊，叫什么？一口粪。啊？一口粪。啊？一口粪。3557，关于股。我不大熟悉这个股票，这两年宜家有时候我要。CSL 和普利干。CSL 普利干。哦 ，CSL 是不是那个中国股啊？啊？哇，不好摸哦。我真的不敢摸它。哎，我刚才有一点这个心串呐、啊，我真的想不清楚，赚四五毛钱的股票才赚四五毛钱的股的股票才七毛多半啊，我实在想不通哦。我实在想不懂啊，中国股到底毛病出在那里？信任不在那边，人家对他的信任性不在那边，那么是不是他骗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了。那么新加坡呢就有出现了情形，在外国也有这样情形，就把他移到这边来。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1000多个股，为什么你要买那个？可以避免就避免了。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不了解，我真的我有做功课，我想来想去，你照什么道理讲啊，都不应该这么便宜，明白吗？KMN
KMN 还是 KNN？ 我的他那个副念是什么 ？KMM 是吗？我那时候我搞不清楚这个，我 KMN 是什么公司，或者副念 ？DDM 啊 ，DDM 是个好公司。那么他的研究啊，他在印尼大肆种植呢，过几年就可以达到。长期来过是好了，而且他尽量大力的发展医院，这个条件也可以赚很多钱。MYEG 可以买吗？MYEG 啊？MYEG， 其实 MYEG 是个很好的股票，那么你们每一个人都会用到它的。现在你们去换那个什么，换这个车牌什么东西啊，也是很多是卡座的。他就说替政府啊，什么叫做 MYEG？就是买他们的 electronic 什么 ，government electronic services 啊，但是它其实是很好的股票，它固定的。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它赚钱呢并不是很多啊，以目前的股价来说相当贵了，明白吗？啊，其实这个公司不错的，真的是很不错的。嗯 ，Nine M 可以再提吗？哎，上帝啊，请你告诉我。不知道，本来是不错的股票，我只能够这样讲，它是好的股票，明白吗 ？BJ 你们能不能 ？BJ 主要呢，它有资产，但是它做生意的时候，它是拿着那个东西慢慢守，慢慢守这样，赚钱呢是 very moderate， 没有什么进展啊。那么啊，这个公司如果跌的话就可以买，如果就是买，不可能。啊，合伙人不错，合伙人是一个好的公司啊。但是这个好啊，再有啊，不等也可以买了，你要等它下来。不过合伙人因为他跟 FNN 有关系啊，所以我相信他会将来会很好。NRV 也不错，很好，不错的。DKSS 可以卖吗？你这不是问我让我出丑吗？我都卖了。我不知道，是的，现在三块多对我来讲啊，作为一个 service company 是福利 value 了。因为我是为什么我卖这一位，他给七分钱、八分钱的股息，我算一算两块多来说啊，我需要股息，我想买别的更股息更高的是这样。其实它是一个很好公司，很少人看到它，我看到了一少数，明白吗？那么现在来说，我剩下的我就不卖。我就是我没有办法决定，我想了很久以后，我唯一可以决定的就是说卖这一部分，把那一部分差不多分成了两三毛钱，我就不理它，因为包赚了嘛，对不对？啊，是这种比较保守的投资法啦。好，有政治背景的股票，在今年大选年该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跟大家讲啊。我不把这个大选呢、计算在里面，当我选择股票的时候，我把它放在里面，因为我认为啊，谁做政府都一样，谁会把这个政府啊，把这个国家弄坏呢？冰城倒了没有？林慧仪在那边动，没有倒吗？对不对？所以证明了谁执政来说啊，他都有一个意思，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如果巴黎山执政，他会。很努力的去做好呢，就因为他怕将来失去这钱吗？如果真的把他弄上来的话，他也要做，他希望他下一届能够再继续作证吗？为什么你们要怕？还有一个一点啊，在这个曼谷，在这个泰国啊，什么其他国家，换政府来说，股票都是起。这个是泰国、台湾、菲律宾那些的例子。MFCB。可以持有吗 ？MCB 其实这个价钱他自己一直买回来，其实也不错的，他的业务也不错。不过我本来也有，后来我卖掉了，忍不住了，拿得太久了，明白吗？他是那种，我本他在这个闹市的这个水利电厂，但是他偏偏没有出来，明白吗？所以我就其实很安全了，我可以不能这样有这样的价值了，啊。Gexing 和 WCD， 哦 ，Gexing 是个很好啊 ，Gexing 的例子很简单 ，Gexing 其实盈利来说，它没有这么好，但是它资产很厉害，它资产它不是建立新山啊。老实讲，如果它用市价卖掉来做发展的话，它可能十几块钱一股，但是这个东西你拿不到，没有啊，因为它这个是它的地是趸着的，它不卖，啊，
他跟这个其实跟我来说差不多，这样有资产价值也并没有，他的现金很多。现在为什么因为有人说他现金会来分给这个股东吗？但是这个我们不知道。CCM 可以长期说吗？ CCM 其实他这种业务做肥料，主要做肥料比较多化学品啊，竞争相当厉害，他盈利是麻麻肥了，这种东西啊，也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你这样的价钱是有价值在那边了。FACB 我刚才 FACB 我跟你讲，主要是因为现金啊，他处理的时候怎么来去处理，还要会不会分这个股息的啊？贝拉克和多米贝，多米贝是不错，多米贝啊，是做这个 plastic 那个，但他多米贝的特点就是他品的那个 plastic 包装几乎全部是他做，大部分是他做的。但是贝拉克呢，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特色在那边，对吧？好了，你们还有到5:30了，如果你们有的话就我给你们再加两个啊。CSC Steel， CSC Steel 呢，这种东西呢很难讲，因为说这个公司呢很好，管理的也很好，但是这个行业啊，这个 CSC 的行业啊非常竞争，盈利很小，所以在短期里面呢不会有改善的。Carry 上市了吗？没有听过。那个 Carry 是做什么的？你问这个问题能够告诉我吗？你们也可以过来讲一些话，哎，这个我这个好也可以的嘛，对不对？但是时间有限了，今天我想我给了大家很多多的不少的，你们能够消化吗？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过。我原来你这个数据原来都是保险套的，叫数据，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我没有听过。MAA Group 可以买进吗？我是想搞不清楚他现在要做什么，不清楚的不要买啊。好了，我今天。